这就是今天长乐社组织了一次黑山的旅游，然后在这里呀、买了很多菜，然后这个我们的张林会长也来了。张林会长打个招呼，张林会长，好，谢谢，我们这些食品我给拍个录像啊，这个是哪个是慧娟的？我们这看龙，点一点，哪个菜是哪一个人的？这个是哪个？哎呦，这么多菜是哪个人的？哪个人的？我在拍这个录像啊，我在拍这个录像的菜，拍录像什么呀？这个好，先等一下，等到菜摆完了你再。这个没关系，拿菜蛮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OK， 照相，好，好，这录像，这光是录像，好的，锅里东西录，还有这个。这个是什么？等一下，这个是什么？这是海鲜汤。大家安静。All right.